首先先关心来自家己企业消息，家启动土星台就一万三周年，小土星台三年的企划团队举行的市政周年感恩记者会，感谢市民朋友和机会对市政发展的支持和当年的努力，和家己企业转变化为可能。市政周年感恩，家己启动土星台向市民报告城市进步的轨迹，新穿着青蛙装，彰显着下水道。清污的政策让嘉义市脱离饮水之海，也特别回应到蔡英文总统提名土星铁再建嘉义市长的时阵，所建议爱多宣传。市长干部指出，就任后市府积极清污，和民众挥别饮水的恶梦，全面换装 LED 路灯，全国首创个别道路照明服务。无开市政府一角银，每年省下2742万元的电费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150,000吨，道路人手牵挂下低80%，平坦多媲美高速公路，全国路平3.8米，火车站前广场的整顿，打造嘉义市新门面以及坎路园区的启用，拢是予都市更美丽。把三年来的成果。向市民报告，啊，我们报告主要是信任、幸福、新嘉义，非常高兴两个我们里长头哈，帮我讲出信任，信任就是我希望得到市民的信任，要靠我们的政绩，同时我们也对市民有信任，因为嘉义市民是民主圣地的市民，所以哦，民主圣地的市民，他重视的是政绩。重视是公共政策，不只是重视自己个人的小恩小惠的个人福利，这样子的信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创造幸福的新嘉义，所以今天也把我们带给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幸福，包括嘉义市门面的改造啊，包括我们健康检查那方面让市民更加的健康，那当然我们也提出新嘉义未来嘉义会变成一个更智慧、更科技的城市，变成一个国际进步的城市。我们有非常多的事情还需要再去努力，包括我们的候转中心，包括我们铁路高架化，让嘉义翻转。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三年来的成果，向市民报告，希望市民积极支持。让我们一起向前行。嘉义市里长特别参加这场的记者会，东西区主席李春竹、郑秀玉也拢肯定嘉义市长涂清铁愿意听取基层里民建议里长的事项，一一执行了火车站的站前混乱的改观，以及便宜型健康体检等等的施政，让市民感受最深。但是甲里面联系的李干事名额不足，提出予市长做改进。嘉义市长涂清铁讲，未来会搁较好。嘉义市目前施工中的水资源中心、货运中心、北江溪人行景观桥、铁路高架化，拢是划时代的大工程。要突破污水零接管率，让城市成为南北运输的枢纽。打造新观光亮点，并缝合都市动线，反转嘉义新风貌。谢谢新闻，草民党嘉义市采访报道。